慢来，没关系，我慢慢来，新年快乐！这个就可以了，好的。都可以装过去，来，好，赶紧这样做。妈妈，妈妈，里面也很多，里面也很多菜。啊，几个弄得好一点。哎，来，师兄。你好。啊，那个，我们未来的希望了。Long way to go. Long way, long way. 现在说感人嘛 ，Stanley。你说感言呢、啊？感言，感言，感动，感动，感动啊！感动了，感动，没有言的话就没有眼泪。眼泪，没有眼泪。这个两个那个2015年，希望哦，我们这个大金柱这个两位终身执事啊，哦，就来，就来，眼泪都流光了。太痛苦了，啊，这边。那个好，你说感言啊，大师傅，大师傅，你什么都很厉害。家家家我不包了。那看卢弟兄，你说改天了，你说感言呢、啊？今天的感言。今天感言啊？哎，讲卢先生说吧。今天圣母带我们这个神家美院的教友啊，好，在这里新的一年，新的房子，新的气象，哇，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。哦，感谢天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感谢天主。好，我们跟何师傅要求，过三年再买一个更大的，因为我们人太多了。那个要靠那个整幸福这里了。我不说，就当没问题。我是讲的，他是做的。啊，对对，我们很好的配合。对对，很好配合。不要顶他，他的中间在丢下去了，不是手快跑。不要顶他。哇，那个准圣父，你炸那个尊爵呐？好，谢谢神父，尊爵呐，感谢天主。好，有这个机会给我们教友，啊，对，很好，先生。感谢天主，谢谢那个真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你看大家都很心想的。查理怎么样了？外面怎么样了？查理啊，外面怎么样？外面怎么样？50多个人啊！不要紧，我说房子太小了，那我买一个大的。你看，后院还好大哈。哦，我们三年争取三年再买一栋啊，更大一点的。OK， 把隔壁买下来好不好？一起，然后隔壁买下来。右边就对，一起啊。右边左边都买下来啊。隔壁右边左边呢？三年后啊。还要等我们右边左边还要等我们呢，很好很好。我就是拉着那个他的腰带。他这边是水吧？哎，这边比较好，这边没关系。就是你要看出来的。小众妈妈，你说一点感言吧。那你今天怎么样啊？新年快乐啊！主恩满意，谢谢。今天最高兴是最赵能够最高兴。赵能够最高兴的。因为他明天昨天打进来了。啊，谢谢大家，那个小熊妈妈。
哇，你们这个两位这边有那个小哇，带着妈妈恭喜恭喜你啦！今天很好啊，这个是刚好那个2月4号。你怎么拣选这么好的日子给他？这个是天主安排的。你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他那么大日子啊。哪个姓？啊，没关系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马尔大这里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马尔大，马尔大，对啊，很高兴，很漂亮，那么好，大家聚会的，啊。